同志们，我是 Chandler 郭，币圈的人都叫我宝二爷，除了币圈，我还有点爱好，是我身边有很多会开飞机的飞行员朋友，最近他们老叫我去学飞机，然后呢，我这个视频整理了我这次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展，Oshkosh，这个 EAA 的航空展的一些视频 vlog 我把所有的视频剪接在一起，大概有2个小时当是纪录片吧。这个呢是片头里边有很多干货，很多知识点。很多完全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拍了好多视频，整理给大家，希望这个纪录片大家喜欢，好嘞，大家请看影片。干酒还就着了吗？在哪儿了？没了？领导来视察工作了啊。这还带着个讲解员、导游，自己造啊，EA 是自己造的飞机。你自己这个大会主要全都是自己造的飞机啊。但是你自己造飞机呢，然后有些人的观点就是说，这个自己造飞机对这个航空业的发展，对技术的发展其实会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技术发展要最先进的，你在家里造不出来最先进的，对吧？你就可以在家里空地炮买东西往上造啊。对，你看李湘红的飞机很多都是空地炮买的零件。OK。对，但是这个东西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管理的会宽松一些，然后呢，你家里面家家都能买的，就能造个飞机玩啊，动手啊，你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个。培养人才，对，很多人小偷培养社区是吧？对，很多博物馆，EAA，这里在这里买票，William 的发动机，这个飞机是用的 William 的发动机，那这个啊，Vision Jet 就后面用的这个。飞多少小时？你买它的保养的，它是 program。你那个发动机是你的？有想去的，这是战斗机？不是，这是不是战斗机，公务机这是。大火的？这全是飞机啊！那还有那个这么大飞机在这展览啊？那个是波音。波音还有军机啊？啊，塞斯纳的大篷车，这里面就是拉客人的是吧？拉客人、拉货、拉什么？啊，非洲啊，什么东南亚就靠这种飞机。哦，你看这多皮实，对呀，太皮实了。那咱们平时不能开这种飞机，太大了是吧？啊，就家用坐，家用不开这个。啊，除非你家住在水上。叫老复式发动机，啊，叫 piston，就是有那个活塞的活塞发动机。还有就是寨子，咱们刚才看那种往后那个压气机往后卷的那个啊，那个叫那个东西核心叫 turbo 对吧？turbo 对，就是涡轮增压喷气式发动机啊。然后呢，驱动方式有三种，一种是靠这个前面有螺旋桨，那个玩意儿转下来以后可以驱动螺旋桨，对，然后就叫 turbo prop。对，然后 Vision Jet 那种或者咱们做的客机那种叫做 Turbo Fan， 就是电风扇内置，对，内置往出往后吹的，喷气的，往后吹气，对啊。还有一种就是战斗机，就是往后喷火的，然后它这个三种是驱动方式不一样，然后那个再加上那个 Turbo Fan 和 Turbo Jet 的那个涵道比不一样，有一个就是靠它转起来以后往后吹冷风然后那个战斗机是靠后面喷那个热气，喷热气，对，但是转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对。那你说威震寨的是第二种，是第二种哈。那个喷火的那个好贵的那个耗油量就不行，刚经典的飞机。哦，叫什么 King Air？ 好的飞机，那个是非常经典，这全都是5年没降落伞而已。对，这个飞的也很快。这个飞机是多少年没变过了？意思是？50多年了吧？这个。50多年了。这都是些50年代
就一直生产，一直卖，是吧？卖，一直小改，一直小改。航空公司就用这个，这个 Plus 这是P24，那是 P12，PC 十二。讲讲。PC 十二是那个非常经典的一些航空公司会用，然后它有那种高端私人也会用，因为那个空间大，性能也强。性能也强。对，然后那个咱可以去看看那个，里边也是非常先进，这个。OK。P24。飞机就在这儿啊。就在你后面，但这比 Chris 飞机大多了。你看 Chris 飞机就在这，就是个 M35。啊，对啊，它这么小，它是 M350是吧？马里布嘛。对。叫马里布，马里布。M350。Chris 的飞机。M600。坐几个人在这是？六个人。也六个人，一家子。这个劲儿大哈。对。这个也是放300万的。是的嘞。好 ，Oshkosh 航空长，讲讲威森站。这个卡尔表示专家，卡尔刚上完课。啊，你讲讲。现在最流行的单引擎的发动机，单引擎的飞机，带降落伞。啊。自动降落，一键降落。一键降落。然后那个里面航电都是。Safe landing。对。什么叫一键降落？就是人要是不行了，比方说驾驶员晕了。啊。摁一下那个紧急降落键，然后自动降落了，自动找机场，自动落下来，哦，然后自动跟空管联系，它能照自己能照自己找机场，然后自动跟塔台联系，哦，然后自己把飞机落下来，哦，对，哦，这就有妥协了，对啊，这个就安全了嘛，啊，接了，那些我还讲的那些，讲这个多少价格的？300万吧，现在的。哦，340万，全选装全装完。那顶配的340万，它没有螺旋子，这喷气机啊，这喷气式飞机啊，喷气机那是砰那个，对，就上面喷气。来的时候做的是一样的。所以卖飞机的都是每个机主的方式不一样。他就自己不用担心销售的问题，是吧？对啊。然后。把所有的那些 CFI 也都变成他的这个 certified 的 CFI， 都是他的销售哦。压住了啊，然后穿上他们这衣服，然后你就有这种 imagination， 就是说啊，我就要过这种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他就是说这个生活方式能让人感觉，他不是一个说专业的，这是我想要的方式，我想产品。周边产品真多哎，在这种 lifestyle 生活方式上。可以拍拍海外的照相。家用飞机啊，非常好，是被中航集团收购的。后面的老板是中国人啊。中航集团走向世界了啊！中国公司有眼光啊，投了资了这边，大家都拍上。我录个小视频。啊，就这个叫什么 ？Oshkosh。那是2021啊，你穿的衣服是？对呀、啊。Oshkosh 2022。拍张照。这是 Zero Vision。Vision Jet 的舞台会。其实我开了好多非常好的。啊，哎，你粉丝比较多。哦，兄弟，大力出奇迹啊！哎，水儿，耶，哎，把门子叫。哟，飞机啊，要给土断。这就是黑的，黑的感觉好看。由中航集团全资收购 ，Siri Aircraft Vision Jet SR22SR， 这都是他们的飞机啊，卖的最好的。这发动机，这是活塞的。啊、哦。原来就是这么大一个发动机啊。对呀、啊。的认证还在做取证、啊、所以他之前卖的很便宜，但是现在呢他已经今年我们刚问了他通过那个 FA 的那个取证了，价格就回了，哦，他是立刻涨价
哦，涨价了。对，然后它这个飞得快，然后也高，这能到好像到四万一，我记得是。四万。四万一，咱看看那边不是牌子吗 ？OK。啊。他们这些公司就不做 Jet， 他就只做 Turbo， 是吧？对。对，通航因为 Turbo 的话，它那个对场地的要求低啊，然后所以它这个保有量就大很多。哦，对。你看这边这个它是这个它的这个一千 GX， 是吧？啊，这两个不一样吗？一样，这两个一模一样。Five Blade 五桨的，对吧？那个 Garmin 1000， Garmin 1000，这个大概多少钱？这个飞机？上后面是那个销售吗？就 OK， 最快 Cruise 能到330几。啊，能到34000尺。Operation 34000尺。简直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大家沿着这条路往进走，看有多少人。哥们，你看这人多少人啊？所以这个通航领域在中国也是一个大发展，将来要是大发展起来，这个有意思了。这是一个产业呀，啊，有各种人在这上面挣钱。二战的轰炸机吗？对，啊，这还不是轰炸机啊，比如说一些测绘的啊，然后什么哦，空军运动。对，它是一个就是普通这种叫做平台。平台。对，往上看安什么设备的。哦。就我四个人。中国的公司收购的一个公司叫 Icon A5， 这是一个轻型运动飞机，水上飞机，水陆两栖的啊。这个卖的很火，30多万美金。也是被中国公司收购的，中国人牛逼的呢。讲讲这个 Evolution 四座的 Turbo Prop， 这玩意儿飞得特别快，我看，看没有，300级。哦，300级。Turbo Prop。OK。对吧？然后那个，然后升限也很高，对吧？然后你看这能飞11000，因为嘉宁他们就俩人嘛，所以他们俩人开着这个出去玩就挺好的。他们特别快。对，特别快。这个大概多钱？这个也200多万呢。这么小？200多万。Turbo Prop。的 Turbo Prop。对啊，这起码是一个 turbo 的 engine 啊， turbo engine， OK，啊，就是说主要还是看引擎发动机，飞机就是看发动机。对，你刚才说这个引擎是其实是租的，是什么意思啊？那些 jet， 你说那些 jet 啊，它那个你比方说波音公司生产的飞机，波音只占那个飞机的1/3，啊，机壳呀，翅膀啊什么是它的啊，然后呢那个发动机就是劳斯莱斯什么普惠什么的，啊，这些发动机厂商，那个就是你造哪个飞机的是平台，然后它可以配装哪个发动机啊，那些发动机的这个监测监管，然后包括维护都是发动机厂自己搞。OK。对，然后你要维护了以后，发动机厂自己跟你说这飞机不能飞了，然后你要到这儿来维护。你那个发动机它是你也可以买完了以后再向发动机厂去买那个保修的那个项目，哦，对吧？或者说你就直接向发动机厂租，我租你一年多少个小时啊，哦，然后这。包括飞机也是，飞机也有很多都是不是买的，都是 lease 的，对，就是财团买飞机，投资飞机，然后他把这些航空公司都是这么开起来的。OK， 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是自己的，所以这个飞机本身厂商只是一个平台，对，把这零件组装在一起，拼在一起，对。然后还有航电一般什么呢？霍尼韦尔啊，这些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这些啊，对，就是 light coming 是吧？对，它这里面有课，然后上次我们去上了课，就如何把发动机拆开，再如何把发动机装起来。啊，塞斯纳172就是装这个发动机，就是最皮实的是吧？对，就比较性能稳定。性能稳定。啊，这都是发动机厂上的展位是吧？这个轮子这么粗的是干嘛的？这种是越野的，这种 cross country 在哪里可以停？在河滩就可以停下。哦。然后草家里面有块草地啊，河滩啊，它很短的距离就可以起飞。对。哎呦。啊。这飞机是就是自己改装的是吧？还是就是生产的，就是这样。专门生产这种的。对，两个人。哦。阿拉斯加基本上那些偏远地区家家都有飞机，就是这种飞机。就玩的是吧？不是玩的，这人是交通工具，这很正，哦，正经的交通工具。哎呦。草地上就能起飞，啊，不用机场。对，速度很低就可以飞起来。OK， 哇，昨天就看他们了。哦，他是苏格兰的是吧？对，就苏格兰移民来了美国的。啊，这是大家吃饭的地方，有波音的展台，那边是。Experimental， 这个展会主要是 experimental， 啊，哦，对吧？就是说实验性飞机。实验性飞机。这边上面下来有点这边。啊，哦。然后就是说自己制的，
制造自己在家造的飞机，或者说那些厂家造的这种实验性的飞机。OK。啊，对，这个军机啊什么都是来宣传，或者你刚才看这个展位都是来宣传的。OK。对，他这个就是为了弘扬文化，培养文化啊，培养文化，培养出来，也培养这个产业。对，兴趣爱好是吧？对对 对。美国有多少的这个机场，通用机场？总共机场有多少个？13000个机场。哦，13000个机场。对。到处都是机场，到处是机场，尤其是像这边的平原地区，全都是机场。啊 OK， 啊，随便多，你家里面后面都可以揪一个，谁家买个农场，然后自己铺块地，啊，就这个机场。就像刚才看到那个越野飞机，对，在哪儿都能停。新锐都可以落在草地上。嗯 ，OK，条件好点的再铺个水泥，是吧？对，自己造的，回家自己刷漆，组装起来。哦，这么多小飞机，小孩的，哎呦，从小培养。小孩子从小培养，哦，这是广告牌，就是贴广告卖飞机的是吧？跳蚤市场，对，跳蚤市场啊！我小这都到了北大三角地带了，感觉是啊。对呀，我看看这广告都有啥？哎呀，各种广告，有卖这玩意儿的，有整个卖飞机的，这6000吗？这是飞机。啊！我靠，这有特色的飞机，想买就撕个纸，这也卖。哦，这是啥呀？这飞机都没见过，99000块钱，我真的应该看一看。这是广告里边。对呀、啊，普兰子，60年的普兰子，这个飞机82000。哎，升级下航电，花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这个飞机很好。还有这种玩的，他们都是玩一玩。今年卖了，明年接着再买一个新的玩，接着玩。这有一个卖战斗机的，这是1967年的战斗机，只要卖67900块钱。我天哪！训练飞机确定能飞吗？能飞。那这技术也太牛逼了吧！自行车，我靠，这是卖的吗？这飞机？这还加拿大飞过来的呢。加拿大飞过来的。我靠，两个人能坐俩人，木头的，这架军机，这架加油机，你看没有？这硬管加油机，这个玩意儿就是美军空力的重要的支撑。哦，全球不停就是靠这玩意儿，就这个。美军对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可以飞起来，全球不停就是全都是靠加油机，而且加油特别快，硬管的。哦，到后面伸出来这个尾巴是可以动的。昨天我们进去看来着，有个遥控器，它怼了飞机。哦，就战斗机不动。然后他给你瞄上去。哦，就咱们国家屁股后面这个东西，对，这硬管。咱们国家战斗机还都是直升机，支弩干，这叫啥？支弩干运输机。什么啥？支弩干运输机。对，我操，这就是支弩干啊。哦，这里边怎么这么糙啊？运输机。哦，这是美国空军的。那个海军陆战队呀，陆军啊，都有这个。哦，就全部让人参观，谁都可以看。这里面是都是的。哦，天哪，这飞机够脏的。美国最新的取代那个 KC-135那个加油机，就是 KC-46A。哦。拿波音767的平台。哦。而且新的性能好，然后而且这玩意儿装的油也多，二代硬管加的。啊，硬管。加管是硬管。OK。软管。它能伸出来是吧？它能伸出来，还能调节方向。它有稳定翼，它没有屁股上。哦，稳定翼。那个。对，方向舵。可以在里面控制它往哪摆。哦。对。啊。在阿帕奇的旁边，赫然看到了 Honda Jet 的展位，过去看看。啊，拉10个引体向上，就给奖品。吊在那儿。吊多少秒？2分钟啊，2分钟，一分钟，还有三等奖1分钟。哦，看谁掉的时间长是吧？哦，看谁有耐力。你跟大兵说一声呗。啊，不，大兵。好，1、2、3。OK。哇哦！
One, two, three. OK， 这是本田的飞机，本田的赛车，本田的汽车，本田的啊，这就是 Honda Jet 的最新版，本田的飞机，它的特点是这个引擎放在了翅膀上。这两个引擎放在翅膀上的好处是，机舱里边的声音噪音比较低。这个飞机就比那个 Vision Jet 要大多了，你看这个大多少？这比 Vision Jet 大的不止一点点啊！对啊，大了一大圈了啊！哦，这是它的发动机是吧？哎呦，发动机长这样啊！其实他们都是组装的啊！啊！我天哪，这是它的数据哈，它能飞到43000尺，是吧？不，其他的飞机只能飞到41000啊，3万那个微星站的飞到31000是吧？这个是微星站的三万五，它有它的速度啊，它的高度，能放这么多的东西，能飞远，这么多地方都能飞，啊，就是从这儿起飞，奥斯卡是飞。到不了旧金山，中间要加一次油。对，在丹佛加一次油可能哈。OK。对，这个飞机的特点是里边还带个厕所，啊，还带个厕所。本田真牛逼啊！这是本田的摩托车，本田的摩托。哎呦，各种小摩托。这的牌子穿着 Honda 的衣服。是啊。啊。对啊。到底是要买谁？还没定呢，老爷子还没说呢。对，老爷子说 Honda Jet 也行，啊，本田也可以，啊，Vision Jet 也不错。Vision Jet 现在说有点丑，是有点丑是吧？有点丑，那个样子不好看。一会儿去跟那个销售说一下。对。说那个有点样子哈。那我爸是平遥县第一个买 Jet 的人了，爸爸，平遥第一块来这儿扛来的。降啊，上这杠手了，不一定是、啊，一定是平遥没人来，仓库来，这平遥县是没人啊，咱们平遥县没机场啊，关键是，对，一个驾驶员，副驾驶，但是这是Garmin 3000的航电系统，后面有1 2 3 4 5 6 Los Gatos. Los Gatos. Yeah, nice. Los Gatos. Love that area. 这个Honda Jet比一比，当然 Honda Jet 好了，但是 Honda Jet 你需要更多的 experience 才能开上。它不是说那个贵不贵，钱是一方面，主要是你如果要自己驾驶的话，你需要有那个经验值才能自己驾驶。嗯，你不然的话，这么一个东西，你没有那个经验，你100个小时、200个小时，像我让我去开 Honda Jet， 对吧？飞行员晕了，我敢开。那正常开。我也不开，哦，怕死，明白了啊。所以说他这个建议就是先从小螺旋桨飞机开始。对，当时我也给你们过这个建议，就是不是我了，就是那个当时老吴要学的时候，我给他找了一个原来跟我一块学飞机的一个人，啊，一个老印。那老印说不要买172，说你去买个希瑞 SR20。啊，是 SR2T 对吧？你买个 SR20，那个是训练机，马力更小，但是里边的所有的。航电呀，什么东西的，这些仪表什么都是一样的，飞机也都是操作也都是一样的，对吧？但是那是训练机，马力小，马力小的你容易控制得了，能驾驭得了，你要先开一个你能驾驭的东西，对，然后把那个开熟了，你可以，你是可以拿那个 SR20就开始学飞机，对，对吧？把那个开个200个小时，哎，你那时候可以考虑我要不要去开一个，从 SR20就可以到 Chris 那个马里布了，啊。那个 SR20够你开200到300个小时。对，对，这个东西，这翅膀太大了，这没法拍，这太大了，这，天哪！好看啊 ！I'm Roberta Vasavin. I'm part of the AV Experts LLC. 所有的人都到这里看。表演。
待会儿就一个的飞机来了啊。I'm sorry, I'm out of breath. I just did these laws. 看不见吧？在哪儿呢？The entire airport here, which is very fun. I'll talk about that in a second. 哟。As you see, the Grow Bee Grid flying over. 我在这儿呢。It's a fully composite airplane. 哟。看不见。这些飞机都是开过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飞机，都是大家自己手自己造的，有的是，都是老飞机。哎，好，就这个飞机要降落了。哎呀，能开到吗？开不到了。什么东西啊？来了啊！表演一下给大家。看这个飞机飞起来，飞起来了没？飞起来了，飞上去了。哎，好样的，这战斗机来了啊！你可能都是中国的初-16啊，看哪边？这边的来了啊，日本的、中国的、美国的，要比一下吗？日本的，中国的，啊，不是这美国的，美国的，这是美国的。哦，这是哪儿的？这是日本的。哎呀，这又来了一只。哪里？这要干嘛呢？比一下呢？这上面有日本的，看没？日本的。日本的。啊。中国的。这是联军的。有南昌的是吧？这儿还有，上面还有一个呢，编队。我四支编队，一会儿他们会一个形成一个大过来了，这是日本代表队啊！哇，不是美国代表队的啊，美国的。南昌飞机制造厂的初-16，行，这就是这种越野飞机的骨架，这个轮子。1 2 3，哇 这个价格大概多少？
也是100多万。OK。不好开的呀，不好开。因为要学双引擎哈。对啊，不好开。而这个肯定更贵吧？对，那肯定比较贵了，挺多了。对，200万以上了。哦呦，哦呦，干嘛呢？这是，直上直下，它不会倒飞吧？啊，不会。对，应该拍个视频。哎。EAA， 啊，好。一个票。不对，找不到门就。我爸在拍。给二宝拍，做了个 EAA 二十，停，啊 OS， 对啊，他转过来了。再来个 H 是吧 ？OSH， 对 ，EAA 都没了。OSH， 哎呀，哎、啊，可以，可以，可以，没事儿，可以，转过来，转转转，牛逼！牛逼 ！OSH EAA， 奥斯卡什2022 OSH 22，牛逼！哎，你等一下，哎，怎么了？瞧起来了。哎呀，咋了？酷了。啊！太酷了！你看那上面是不是那些星星？是不是啊？米格的红勋呀？一二上面有挑的星吗？看到了，13颗星，13颗星，是放了13个炸弹呀、啊，或者是说它不可能击落13颗，击落过13架，不能击落过13架，那他王牌飞行员了，王牌飞行员叛逃了，这种对这种反正不是缴获来的，就是叛逃来的，我靠 ，One two three go， 哦、oh. ，加班加班又慌了。哎，有了这个车好玩多了，轻松了啊！带我爸去看直升机了。同志们看啊，这就是 Diamond 钻石，是一个欧洲的品牌，好像是奥地利的，这已经被中国收购了。Diamond 钻石啊，中国的企业还是。Diamond 也收购了，牛逼吧？我一直以为这个飞机是这个一线品牌，是国外的品牌，没想到是中国人收购的。这是他们的展位，是钻石双发飞动飞机，双发这样一个发动机，716X 双发的。看看战斗机是，哇，这个飞机跟战斗机设计的原理一样。咱们是碰到好多咱们中国的朋友们，是只有这些中国的朋友们，只有这么些了，对，没了，就这么多了，是吧？就这么多了。哇，大家这个在Diamond
飞机前热情交流啊，各种都是环飞过的，这是环飞的大哥环飞两次了，这个是自己造了个飞机啊，都有故事。中国飞机圈一大部分的人名人都在这儿了，这就是 Icon A5 的翅膀，它可以收起来放在车库里头，对，这样就可以直接放在车库里了，直接就拉到那后面那个 trailer 上面，就放在你家车库里，就尾舵都能拿下来，尾舵已经是没啥分量。对，这飞机我试开过，确实是比较小，就平时如果不用这种 trailer， 咱们就自己普通的 trailer， 或者拉到机库里头也能放得下，像 Bridge 那个机库直接就可以放。 So the whole plane is made out of carbon fiber. Oh, yeah. So feel it. You feel how light it is.很轻，非常轻。Inside， 所有的飞机都不一样。哎，这是大家的飞机啊。要去表演了，这是领队。给大家看看各种飞机啊，其实这就是文化，它就是玩的久了自然就形成了一群人跟人群啊，各种玩的全是拖拉机拉了一堆人啊，正往前走啊，编队飞行啊，这几个都要过来了，没拍清楚，但是大家能感觉到这人有多少，后面还有，他是飞机。八个螺旋桨，就像是无人机似的，能飞起来。这个是挺战斗机的，老的都已经退役了，这些飞机基本上都退役了，有很多飞机卖给了个人啊，让这些个人呢在这里玩的啊。这飞机呢是民用的，都是个人持有的。这个飞机呢是早就淘汰了的，原来的这个航空公司。但是他们维护的很好，飞机呢都是个人持有，飞来飞去玩的。好，这个飞机没见过，有谁见过？有谁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在飞机营地的旁边就是帐篷营地，帐篷营地大概有个说是1000辆房车，太远了，我就不去拍了。开着拖拉机拉着人来观光啊。这边太大了，这边是停车站，像这边是这些战斗机。哎呦，这个跟国内的小鹏飞机很像啊，大号的无人机啊，这个应该已经在实验上面已经成功了。这条街全是卖的这个各种飞机的零件，就是从飞机上淘汰下来的、拆下来的部件。看看，这是座椅，其实可以说都是破烂，但是，但是有很多人喜欢这些东西，可能他们能用得上吧，配上去。像这都是破烂，没有，可能还能用上啊的破烂。
我天，这个跳蚤市场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这家是卖工具的，啊，这家是卖帽子的。这个飞机居然是波音造的，哎呦，1942年造的飞机，被他们打造的这么新，跟新的似的。人其实是一个老飞机，但所有的引擎全换了，全是换成新的了。这是波音的，这个飞机，这个人自己造的啊。打造一个品牌，打造一个品牌其实挺简单的感觉啊，就是自己造。中国人牛逼呢，是真会买。这个、公司呢叫 Siri 航空，他们有这种啊螺旋桨飞机，也有这种叫喷气机 Jet 啊。这个是咱们中航集团花了几千万美金全资收购啊，然后做成了美国现在这个领域的第一名的一个品牌。这个股份100%都是中国公司的，也就是中航集团的。这里面这条街最靓的仔，就是这个喷气机，而且家庭使用的，是中航集团收购，只花了2000美金。有的人正在离开，有的人刚到。刚到的人都是为了今天晚上的 night show。今天晚上有一场非常漂亮的这个晚上的一个飞行表演。要租一个这个车，现场来的时候，有了这个车，你可以把所有的地方都逛一遍，你知道吧？否则的话，你跑断腿你也走不完。这地方有很多地方是你去不到的地方，啊，这次我算是体会了一遍，真的是好玩儿，啊，一定拿这个车，一定要用这个车，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呢是战斗机展览啊，加运输机，加直升机，加加油机，啊，各种战斗机吧。卖轮胎的 Goodyear， 这是给波音737的轮胎，这是给波音777的轮胎。这轮胎他妈的比人大多了，你看这个人啊，双发的，这个应该能坐不少人啊。开个厕所，临时厕所拉过来。这些老飞机的飞行员们啊，在这里搭个帐篷，晚上就住着帐篷里。每一个人都是开着飞机搭着帐篷，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周围的宾馆根本住不下，大家都是搭帐篷睡。还有这边的都是都搭个帐篷。这个 N9337M 卖了，这个飞机卖33万美金。这老飞机开了几十年了，但听说这个飞机再开几十年也没问题。这都是个人的飞机啊，个人买的。这是咱们的座儿，三个气床，一个车，在这个 Air 这个大飞机的底下，大飞机，这边有两个大飞机啊，那后面还有一个，就在俩大飞机的底下，几乎是在机场的最前面了啊。这个车也待会儿要走了。到了晚上了，飞机。
晚上的表演还是很精彩的。漂亮啊，天哪，跑到云里了，不见了。啥呀，哇，这比较起飞了。原来这么好看的，你站这地方可以啊，可以啊兄弟啊，那当然。这次的这个阿肯奥斯卡式的航空展啊，这个非常的有意义，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啊。中国的企业在这边也很确实做得不错啊，收购了好多美国的航空公司。总结一下，各行各业啊，只要有中国人进来，就能突飞猛进的发展，美吧？这个视频算收官之作吗？啊？哎，继续进行，这只是2022年的中场啊，还会继续，同志们。还会再来的，非常好。
情开放以后，中国的航空公司也都会来这里参展啊。到时候，哇，哇，真美！中国的咱们的飞行员们也都飞过来玩玩嘛。哇，这个，哇，这个太赞了，太赞了，太赞了。一定上传上来啊！我这个 vlog 一定要给大家编出来，大家感受一下。2022年的 Oshkosh 航空展，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开始学飞机了啊！哎，以后我也要飞上天玩去，多爽！飞机太简单了，好多人都会，难得这个飞行员这么多。呜，哇哇哇哇！天哪，这家谁？谁家烟花做这么好？我天！哎呀！哇，真的五分钟了，弄了五分钟的烟花了。咱们祝世界和平啊，咱们祝我们的币圈，比特币啊，到100万美金。哎，我们祝大家手上股票都暴涨，咱们祝大家在手上的房价都暴涨。啊，哇，祝大家都幸福吧，都发财。呜呼，这个最美了，我最喜欢这个，我靠！哇，哇。哇哦，这花钱，这不要钱，这看这个啊，太美了！哎呀，这太牛逼了！这 vlog 估计要给大家弄好长时间了，因为光这一个视频就有可能6-7分钟。哇，太美了！Thank you.
哇哇 crazy。会场结束了，大家都往外这边走，看看这人有多少人，大家这个散场了，准备回家 after party 了，估计回去还有人开继续开 party。 我天哪，这人的一眼望不到头啊，他这个活动，哎呀，这为什么说有几万人呢？你看这一眼望不到头，全是人，这只是其中一条路。哎呀，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啊。我上路过了 Siri 的前台，还是亮的，警报器是打着啊。到了晚上啊，这效果不错，这个 CEO 确实是不错，干得好啊。他这个 CEO 是咱们中方资本这边给他面试的啊，干得不错。哦，不在行李舱的塞斯纳208，你看看那个号查一查就好。
它叫啥？大篷车吗 ？Caravan。Caravan。万。嗯。Caravan。这就是汽车里面的万。万。对吧？什么都能装。对。特别皮实。皮实。然后看车才那么大，在菲律宾或者是印尼和雨林里面的村里面的这个都能停。运伤员呀，运货呀。啊啊。非常马力强劲，马力强劲，发动机在天上。哎呀，这飞机看着就皮实，对吧 ？Pro Pro， 对啊，看着皮实，而且它简单，还好维护，维护成本也低，维护的是吧？就一个发动机，对啊，是吧？单引擎，然后非洲也有很多这种飞机，你看看这上去，这不就是个万吗？是啊，一二，对啊，三四。五六七八，可以加座呀！啊、哦，这还能加座？对呀、啊。哎呀，能坐十个人。你可以加航空配置啊，这个。啊、哦。我靠，这大呀！人多，家里人多可以坐这个。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家公司。这个是坐水上飞机的这个浮筒的。浮筒。对。啊、哦。然后这个大篷车底下加浮筒，然后直接就落到水上。啊，所以这家卖浮筒的。对。看，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个 caravan 都能改，所有的飞机它都。Vacation for caravan， 对不对？哦。这他们是专门改 caravan 的。OK。是吧？加浮筒。OK。是吧？这个加行李箱，对吧？然后装修内饰可以吧？哦。啊，是吧？一人小桌。对。对不对？然后这个上飞机的梯子呀。是。是不是？这什么？都能过。救生的。原厂是不出这个的，他们自己改的。改装，对。改的，看了吗？这玩意儿拖行李的时候，原来我们就用一个这个有油的垫子。啊。这个拖大飞机。大飞机的。对。像比方说那个这是垫子。Vision Jet 呀。这是油的。对，这个是油的，这是垫的应该。啊。OK。Oh, we good. We have that. You have one? Yeah.仪表飞行，基本上屏幕和仪表对不上，我感觉。减速 ，flap 放下来。现在三千一，还在降吧？降了3000了。好，这模拟器显示它正在往下降。2800。怎么还升上去了，兄弟？没升，这不是在这个框框里面？啊，对，降下来了。2600。哦，越来越近了，离前面的机场。这来练那个 landing。2400。Flap 在什么时候放下来的？已经放了一节了。已经放下来了。OK， 其实你是飞仪表是吧？我在飞仪表里看外面，没有看外面。OK， 就 aim 在这个框里边就好了，这跟打游戏一样。打游戏一样。对。你自己在家里组装了一个这个？对啊。我靠，这可以自己组装。2000，还有多久能到 ？1.7 miles。现在107是什么？108、106是我什么意思？速度是吧？你现在还得开这么快的速度？对啊，要开100节。啊，又飞到100节。OK。Power 也在一直降，降到。啊，它失速的速度是多少？啊，所以不能那个
不能低于六七十。六十多。六十啊。可以，你这飞得不错。快到机场了。也给我给你拍视频直播了一场坠机事件，那就完了。不会的，那丢不起这人儿，兄弟。我自己飞进来的，我还能坠机吗？对啊，你飞进来的怎么抖来抖去的？我发现。windshear 啊。啊、哦、，windshear 一下，给我。在模拟这个有 windshear。有 windshear 是吧？对。哦，它模拟器还带 windshear 啊？对啊。OK。还有横风呢。一直在晃嘛，对啊。啊，对啊，有风啊。但是你本人坐的这个位置没有动啊，那是按道理这个位置应该跟你一起晃。减速，快了点，100以内，1000了，离机场很近了。OK， well done， well done。What？ 把速度不能太慢，回到轨道上。我靠，刚才还偏了一点来着，下一站。啊，威士，把你刮跑了。六十。80。这为什么速度为什么上去了？温室啊，你不能烂了呀。啊，有温室你必须飞上去。那个你是控制不了的，一会儿我给你讲解怎么回事。所以你是降落失败了。啊、Landing go around。哦，还再飞一圈。对，然后对。是。啊，遇到这种情况是 OK 的，是吧？降落失败。哎呀，目睹了一场失败的降落，但是呢，主要原因是有横风，能把它吹得到处跑。他没有决定降落，他就决定升起来再重新来一次，这是正常的是吧？好，正常的。OK， IMC。然后现在进云了，看不见了外面。哦，进云了。对。啊，它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对呀、啊。就不是让你降落的。对呀、啊。就是让你各种搞你吗？哦，现在搞你啊！啊，我说嘛，你现在在升吗？1900。啊，在升。我要爬到2500。目标上2500，这是目标是吧？对。啊，速度加满了，加了90。现在进了云了，啥也看不见。啊，所以 VFR 也没用了，已经飞 IFR 了。Yeah, like I'm wrong. What's wrong? Like, why the climate is so low? Yeah. 这个是个 SR20， 所以刚才我就在这觉得，哎，这玩意儿怎么爬不动呢？啊 ，20， OK。对。SR20 不是 turbofan， 不是 22。I was aiming for 130 to come out. Yeah, I know we're not gonna do that. Right. Right. Let's turn off the. 嗯，横风没降落，结果上天，遇上云 ，OK。上了2500以后，开始转圈儿。目标在哪儿呢？啊？你这转了一圈了吧？我在转了，我跟着这个紫的这个飞。OK。已经转过来了。呀。OK。2500，128节。这拍
拍视频拍你坠机了，我就完犊子了。也不是直播的吧？直播着。不会的。不会的，我知道。大不了你就又起飞呗，又横方。Always go around, okay? Okay. Go around 是最安全的方式。对。Always go around. 就如果你觉得有 anything wrong, go around. 哦，明白，就不要硬降落。对 ，go around 在国内是拿奖金的。哦，明白了。对 ，go around。所以塔台都在等你，是不是能降落？对，明白了。塔台也会。Always make you safe. Okay. Okay. And he behave as an air traffic controller. Let's turn left. One.就是不要觉得这个一次性降不成功是其实是好事儿。Go around 就是说重新来一次啊，重新来一次，兄弟，这个 vlog 拍的，我靠，兄弟还是两千吧，两千五。对啊，这首飞两千五呀。哦，首飞两千五，129今天。Autopilot. Oh, autopilot 在飞了。Yeah, that's what we do. Yeah. 试好了？啊，试好了。对。Why am I flying? 飞了。Like 2500 and 180. And we are reverse course. And we are reverse course.And we'll enter here. Yeah, I'll vector you guys in between Dunson and. Okay. So we land in the same airport? Yeah. Okay. 就是你 go, 就是你 go around 了以后，然后你没有落下去，然后现在在 MC 里面，外面啥也看不见，然后他让空管会把你再让，你听空管的指令，他把你转回来，再把你放到这条线上。啊。然后你往下降到云底下，突然一下你会看到机场，然后就落。哇。全是白的一片，这要是正常在云里边就是这样的。哦，对，有蒙这种情况容易懵逼的。你在这儿是看不见，你这是太人了吗？你看不见那个，你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你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说你不能相信外面，你要看这仪表。哇，相信仪表，这个时候是设置好了 autopilot， 对，自动驾驶，对，自动驾驶让你飞2500，飞120节。对，180度，就不管了，反正就是现在就在往这个方向飞，然后到前面，到这个前面再转回来，是的，对吧？是，咱们要飞到奥斯卡是吧？对 ，OK， 奥斯卡。哇，围观的人很多。What is the SR20 is like a close speed? 大家都说飞到云里了，这哥们儿。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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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36，就你们下来这条。等会儿啊。OK。旁边这哥们儿相当于空管吧，然后跟他这聊，他让你往哪儿降，你往哪儿降。他相当于空管是吧？他给你指令。对。OK。正在减速 ，turn around 是吧？ Yeah. 转圈儿。要 intercept 这个 yeah, yeah. course。回到这条直线上。好、wow.。正在转圈儿，正在转圈儿。转过来以后，还没有，还没转过来。转到180是吧？对。现在90度转弯了。像刚才那个横空情况，如果硬降你就完了。你看刚才快落地的时候，在跑道上面，突然我的 airspeed 没了，对，有 windshear 对吧？对。然后那你就摔地上了，
就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看不对，就是立刻加满油门，然后开始往上爬。哦，所以你的操作是对的，如果你硬降反而是错了。那当然了，那我就真的是坠机了。我明白了。哦，怪不得。哦，它这个模拟器会各种情况。030 2500 clear to the RNF 360 series whatever. 甭管说啥，他就重复啥。啊，他把 autopilot 都关了。没有，要选上 approach， 然后他就会电脑就会自动驾驶就会自己去 capture 这个 track。OK。Here, right? Around here. Yeah. And I'll disengage autopilot and I'll fly the hand, fly manually to the ground. 现在就回到直线上了。现在回到 landing， 没到回到 landing， 你要回到那个框框里是吧？就是30度变成0度。30度 autopilot 会把我变成0度。对。现在我全都是自动驾驶过来的。对。然后。Okay. Is that a capture? Okay. Okay, you turn around. Yeah, capture the last load. It's already quite a bit more than that. Speed a little bit slow. And about 2 miles to the left. Usually it's one down to the left. One dot below glide slope. Okay. Wait, just a little. Okay. Otherwise, you put in flaps, you have to add power. Yeah. Okay. Yeah, yeah. 现在是 autopilot 吗？是。还是？是。因为还远是吧？对，还有1.9 miles. Okay. So normally it should be this height, right? It should be what? Normally it should be higher. Like 2500. What should be higher? Like when we intercept the glide slope, should be higher. I didn't see the display.No, this one's actually, we don't have the plates on here, but this one is 25 miles. Oh, okay, okay, yeah, okay. 就跟我当年进币圈一样，都是拍视频，拍着姐自己成专家了。觉得这个玩意儿第一步就是先拍视频，然后回去反复看。你把 flap 已经放下来了，然后开始自己手控了，是吧？有。你控制了开始？没有，一会儿我控制油门。OK， autopilot 在哪儿关掉的？一会儿是你在这儿就关了是吧？ Remember you can push this button to turn it off and keep the flight direction you want. Yeah. 手控了开始。Yeah. 手控了，开始自己控了啊。Autopilot 就是自动驾驶已结束了，现在正在降落。哎呦，还是一片云，这 Oscar 经常有云，昨天还下雨了呢。哎呀，别给苹果公司丢人啊！你这苹果工程师，啊，千万别再给兄弟们丢人，对吧？给兄弟们丢人。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不打扰他的。讲讲现在干嘛？现在就在飞框里面就行了。啊，飞框减速。对，现在速度有点快，应该一百，速度再降一下，应该100，然后呢，降到1900了，现在。What's the altitude? 600? Airport elevation? Yeah. 600. OK. 这屏幕上啥又有36号跑道，奥斯卡式的机场。啊，现在还有前面有三个 nautical mile 是吧？对。前面有2.9个英里是吧？对。还2.9英里快了。你现在需要降到1600，已经降到1600了。OK。这个时候按道理是不能打扰飞行员的，是吧？因为这时候要是出事保险公司不保是吧？保也保。这时候不能拉伞吧？能拉伞 ，1000 to go。哦 ，1000。1000 to go。哦。这个飞机是带着降落伞的，一千
的时候，一千以上是可以拉伞的，一千以下不能拉伞。六百以上可以拉伞。六百以上就可以拉伞。对，这个伞是火箭弹出去的。火箭弹出去的伞，太低了没有用。太低了以后那 deploy 不了。对，太高了也不行。对。对，所以说六百以上、一千以上都能拉伞。好，现在云还依然的很大，啥他妈都看不见。这个降的还前面还有一个 mile 的地方，还是云。对，哦，突然之间看见了，哎，突然看见了，耶耶耶，突然看见了，豁然开朗啊，别有洞天呐，啊，给你拦，要把 flap 放下来了，来验一下 flap 了。开始提高升力了，一千降到了八十，八百，对，速度降到了八十，离机场还有一点点，哎，36号跑道看见了，36号跑道，哎，还在降，好，非常稳，八百四，好。800，已经 landing 了吗？正在啊，正在滑，正在 flare 呢。那为什么速度还有780高啊？不是 land 完了，都 smooth。那你们半 land 完了还有780，啥意思？这个跑到机场就这么高啊？机场这么高，我靠 ！Thank you. OK， 成功的 landing。哦呀，太好了 ，Great。讲。就是说你在学 instrument 的时候，是你在学 private pilot 的时候，你可能是学了4个小时的那个 instrument 的那个 training， 对，就让你有这个 awareness， 告诉你在云里面不要慌，然后你该怎么做，对吧？嗯、但是你没有训练，你没有还是完整训练，然后所以说考完了 private 要考一个 instrument， 就仪表进阶，盲降，就是咱国内叫盲降，学仪表，学仪表。嗯，然后呢，你学这个仪表的这个理论学习，其实飞行就是那个技术啊、嗯。理论学习，然后给你的 knowledge 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仪表private 训练的时候的，我觉得应该花4到5倍的时间。明白。就学这些理论知识啊，气象知识啊，包括我们来看很多 seminar， 我跟 Carl 一直在看呢，都是说怎么准备天气，嗯、然后怎么去读各种图，嗯、然后这个是天气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一直在看这个。对，他都飞了这么长时间了，他还在学习。你要 keep learning 这个东西。Keep learning。对，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帮助你预测美国的天气，然后什么样的云图，然后你能预见什么样的天气，对吧？你像刚、okay. 当一个再就各种训练了，就是咱们这叫 approach， 刚才做的这个是。啊、嗯。就是你飞进去了以后，突然啊进云了，然后你该怎么办呢？那你像一开始我在首飞。对吧？嗯，然后我首飞了一会儿以后，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哎，不对呀，这是希瑞啊，这我为什么不用 autopilot 呢？哦，我就直接调上 autopilot， 然后这样让 autopilot 帮我飞飞机，我再去看旁边的气象啊，然后云图啊什么东西，哦、对不对？来上这个课之前，哦、其实他发给我个 email， 我应该去看一下那个，我应该是看一下那个他的那个 chart 和这节课要干啥。然后我这是啥不知道，相当于我到一个陌生机场突然进云了。对，突然进云了。哎、然后突然进云了，然后就飞个 approach 呗。嗯啊。对，然后那个，然后这不刚才第一次 landing， 他就是想让我去试一试，然后就是告诉我说啊，你高了怎么办，低了怎么办，给你一些基本的这些复习嘛。啊、嗯。然后他再加上给你一些天气的情况。啊、嗯。然后就是说，他告诉我说，这个可能会有 wind shear 啊，会有 turbulence 啊，我这不就一直晃晃悠悠的下去了，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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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看我一直飞的晃晃悠悠的，这其实是风一直在吹着我晃晃悠悠下去。哎，刚才中国人吗？我不知道，看着像，去问问呗，问问。上课去。问问，好，就我们再 debrief 一下刚排的这一套啊，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在 final 的时候上有 wind shear， 他提醒我了，这个当时如果他不提醒的话，我们应该看天气或者听塔台信息，对不对？对，哦，有这信息，然后呢，一看我快到接近 final 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飞机就我怎么使劲往下加，它速度突然就掉下来了，对，我使劲加油门都不往上走，对不对？对对对，我就开始往上慢慢推油门，然后但是它速度还不往上走，我就知道啊 wind shear 来了。我立刻推满了油门，推满了油门以后，他、哦、那个怎么那口诀怎么说来着？就 power up, pitch up, clean up and call up， 就什么意思？就 power up 就是说推满油门，推满油门，然后 pitch up 就是抬头，然后让它往上爬，然后 clean up 就是把 flaps 给升起来，哦，然后 call up， 然后就告诉他才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Siri 我来了什么，然后 call up go around。就喊什么 Siri 什么什么 go around， 然后塔台就知道该怎么办。哦、oh. ，对，就是就4个 power up, pitch up, clean up, call up。call up， OK。对，
后撅。对，然后呢，然后我就看他，然后他说啊，对，是这样的，对吧？嗯、我就说我是这个我的心儿，他说对，是。然后完了、啊、他知道，但是不告诉你，他刚开始。这个东西其实你就是需要有人在这么 train， 就是给你各种各样的、就一拿拿证。对，我们叫 throw all the trash on you， 对吧？ All the trash， OK。对，然后就是这你在飞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嘛，对吧？对，我们在天上很难遇到，有时候是吧？但是遇到了就他妈的一次就完犊子了。你要没有准备的话，就完犊子了，对吧？然后我们就咔遇到了，当然不要慌。然后呢，你爬说2500尺，然后就不能过马路。然后说爬2500尺，然后好像270，然后我就啊咔拧过去，但是我还得闹明白我他妈要干嘛呀？对，然后这个时候你 handle 不过来很多的 workload 一起，然后我说那我 autopilot 吧，对，就毕竟上课嘛，我就问人家说我可不可以 autopilot， 他说啊你 autopilot， 啊对，我说那我就 autopilot 点上以后我就不用看着飞机了，然后我就再开始说啊再怎么办下一步，然后怎么 vector 进去，然后我们再下一个 plan 怎么说，然后我再问他这个飞机，我一开始以为这机型是 SR2 呢，然后他说 SR20， 因为我爬上去发现、哦、没劲儿，没劲儿啊。啊、哦，对，然后这边就他就开始往上爬，对吧？然后爬了以后他就说、嗯、啊，你往后飞，然后我再给你 vector 回来，然后进去以后，然后再飞一个 approach 回来，就这样。哦，然后再降落的时候，哎、啊，你就看，咔到差不多，我记得是差不多600尺到800尺的时候，嗯，突然就出云了。哦，出云了，对。他前面那个突然进云了以后，你也不要慌，然后你就是进了就进了呗，反正我也不看外面呗。不看外边，哦，就不看外边。Okay、你看外边啥也看不见。啥也看不见。你就看你的仪表，然后相信你的就是 trust your instrument， 对吧 ？Instrument，OK、okay。但是你也要一直 cross check， 看看你的 instrument 不要在这个时候坏了。哦。它就是所有的这个 instrument 都是互相 backup 的，然后如果有 anything wrong 的话， okay、然后你会察觉到，嗯，就这些数据都不吻合了，对不对？对。那你那时候就需要 call help。对，然后呢，这边就下来出了云，然后看我就跟他说 runway inside， 然后 OK runway inside， 然后就是，然后这样把 flap 放下来 ，OK， 然后速度减下来，然后就准备降落，然后刚才就是一个 smooth landing 了嘛 ，OK， 有惊无险，但是其实也不是这么惊险，这就是 就是 every day， 对 every day， 我、靠，给我们初学者吓一跳，我靠，啊，直接进云了，云了原来是那样的，如果你咔一下进云了以后，你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你不知道该看啥的时候，懵了，你那个时候你坐在那儿，你飞那个飞机，你不要以为你在天上你会知道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啊，对不对？你在那个时候你就啥都不知道了，然后你可能是飞的是这样叫 unusual attitude， 你都不知道，然后就撞地上。我操！对，所以在 private 的时候训练的时候，他会给你几个小时的那个音速训练，他主要是告诉你说，在这个时候要保持航向，然后看仪表怎么飞，然后但是你不会说学会那些怎么去飞 approach 呀、啊，怎么去 landing 啊，这就不这个。这个应该是 crash 的那个 mass craft 吧？老爷子创立了 Minecraft， 看这上面有一个飞机，不是 RV 啊，是 RV， 英文全称叫啥？我不知道全称叫啥，他那个公司叫做 Vance Craft， 哦，就这个老爷子建的这个飞机，我看一眼，我看一眼。正在学习交流。哦，原来大家来上课的。哇，自己造飞机的。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学习。To provide a dead condition.
你们看，学习的人都是白发苍苍的，好多白头发的人都在这儿还在继续学呢，学了一辈子了，还在学。Burning rag to burn more efficiently, you blow air over the rag, this is known as fanning the flames. And then the combustion gets much cleaner and much hotter, and the result is a lot less black. But you can't light the rag while you're blowing air on it, you know, which gives you best power mixture.For takeoff and climb load, because the altitude should be full rig for takeoff. But then once you get to 3,000 feet, for takeoff and climb above 3,000 foot, that's the altitude. Then we want to lean for maximum RPM, best power mixture, before we take off. And again, you can only do this in an airplane that's fixed in prop. You can't aim for maximum RPM if you have a constant speed prop, because the constant speed prop is trying to keep constant RPM all the time. So to make the roughness go away. And that's a really good place to have a mixture for crews. Now, you know, I've heard a lot of people talk about airplane instructors to do a variation of this. And the very there are several mixtures in that range that are interesting. Somewhere around 40 or 50 degree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eet. I call that was a 5.5 hour leg. It took me right to the edge of my fuel reserves with IFR reserves. So I was very conscious of fuel consumption. Then you want to, that's a super useful instrument. You know, I kind of have a rule. I always have to have an hour in the tanks when I land. So once I get stabilized, I'll look at the fuel totalizer and ask it to tell me how much fuel I'm going to have at the destination. If it's more than an hour, I can rip it a little bit, go a little faster. If it's less than an hour, I'm going to rip it a little bit more.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it's about an hour between each cylinder and the other cylinder. When you, if you bring it back to the instructor to run rough, and it comes back again, the cylinder that came first is about peak BGT. The other cylinders are going to be somewhere in your red box, maybe, possibly. What kind of engine do you have, sir? It's an 0520, not IO, 0520. Okay. I will give you guys a short version of the question. It had to do with operating lean and peak carbureted engines. 1个教室, 2个教室, 3个教室, 4个教室, 这样的教室有 12个。你们都飞行员，你也是，就我不是，其他都是飞行员。很快就是了，土飞员，很快就是。来，跟老吴打个招呼。嗨，老吴。我给老吴发过去。不是，我讲拍，我拍个 vlog。好。讲讲，你啥时候学的飞机？我19年。19年。啊，那也还不长啊。不长。然后现在开多少小时了？
没多少小时，摆设几几百个小时也就。几百小时 啊？那现在还就是在练，还在练。还学。双发练了吗？没呢。啊 ，VFR 呢？什么叫 VFR？ VFR 已经 VFR 了。这都是 VFR。IFR 呢？啊 ，IFR 有。你学了？学了，学了。我去，那挺进度挺快的。没有，算慢的吧。算慢的了。行，耽误这各种耽误。不是你那买的飞机是这个多？是买飞机了还是？没买，就是先练着。就像航向。这是活动，你来过几次？两次。介绍介绍这活动呗。活动就是一大 party， 大 party， 过来过来玩玩。就是聚会来了。就是聚会，大家就是你怎么说呢？像这个创始人有一个说法，说这个 EA 啊，就三个关键词啊，叫 aviation education， 还有一个 social， 啊、哦，像这就叫 education， 然后 social， 咱们这边就叫 social， 行，我们合练一下，合上一下，啊，走。讲讲，这是你我遇到的第一个女飞行员。没有啊，她也是啊 ，Tina 也是。啊、Tina 她讲啊 ，Tina 也是。Tina 来打个招呼，我拍个 vlog 啊。啊，你讲讲你啥时候学的？大概2015年开始吧，2017年来着。2015年、2017年，你在哪儿学的？就是在硅谷啊。就在硅谷啊。哦，啊、那你现在你这次飞过来了？没有，我坐商业飞机了，现在啊，我也是。我跟他们回去。啊，跟他们飞回去。对，确定了。对啊，我跟他们明天。OK，、啊、你开多少小时了？现在200多吧，大概。200多小时。OK。哦。OK。你飞行多吗？现在？完全的。这个飞机我吧，应该不是超过10个。不超过10个。华人啊，华人。哦，我是，我就说华人嘛。哇天。应该有一些可能在我们群里也就是。我还不在那群里，因为不是飞行员，还进不了那群。要有10小时才能进去。我得回到有，好像现在改了，得有那个 private license 拿到证儿。没有，10小时就可以了。是吧？对，训练10小时。训练10小时就能进。好。啊，好嘞。100多万。服务员说这是 Young Eagle 30周年，小鹰儿啊。就是小的飞行员，30周年了已经，小鹰也变成老鹰了。到了。老头老太太，我得上。来来来，接着聊。我上。学讲讲这个就是 education 这块。这个。学习这块。这个就你像这个 Mac Bush 这个就是属于来这个航空，这个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见见本人。嗯。然后。就是他讲的一些这个 engine management 呀，然后是，其实你飞的时候非常有用。我们飞希瑞什么的，主要就是在天天在搞这个 engine， 因为你自己的飞机你不希望把它给毁了嘛，对，你车你也不会使劲踩油门嘛，对不对？他就告诉你说怎么样发挥引擎的最好的性能，并且最经济，然后对引擎最好。对。然后他很多都是经验值的操作，就是引擎厂商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嗯。就刚才讲的讲重点讲了些啥？告诉你。给你解释这个引擎在什么工作环境、什么温度最好，然后燃油混合比怎么样最好，然后怎么样找到那个燃油混合比，然后它就是你飞起来整个的这个叫做 power management 该怎么搞，power management 或 engine management 该怎么搞，给你讲这个。其实我上过这个课，就是再来复习一遍啊。啊，它是线上的一个课程是吧？对，我们、啊、就是飞行员都得学它的。也不，你可以不知道，其实正规航校它不会教你这个东西，就是它会告诉你要 lean mixture 啊、嗯，但这个东西怎么 lean 到哪儿，为什么 lean， 然后是很难知道的。对，原理不知道。对，然后、啊、这个老头讲原理。对对对，老头非常在行。哦，这叫什么 ？Mac Bush。Mac 什么 ？Mac Bush。Mac Bush。对，这个 Mac Bush 很有名。对。好。嗯。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坐个飞机去。坐飞机。他每年这个 EAA 都会在一个星期之内，大家一起合力坐一个飞机，然后给把名签上。哎呦！然后我们就可以排队做一个 training， 然后给你个钉啊，或者给你个针啊。啊！你去缝一针，或者说你去打个钉。啊！然后你也是贡献在造那个 EAA 今年的飞机的一部分。哦，这样的。对，打钉也算做了。对呀、啊。OK。每年他就是把套件拿过来，然后组装是吧？对，每年就在一个星期之内组装起来一个飞机，然后大家一起组装。哦、OK， 牛逼啊！赶上了吗 ？It's OK。
付了。本来想体验一下这个，下一辆吧。别吹，下一辆啊！这是免费的是吧？这票里面都含着，不用买票，直接上。哎，后面。哎，这时候咱们上车。都是满的，咱甭坐了。啊，甭坐了。都是满的。没人下车。对，没人下车。没人下车。哎，有人下。哦 ，no。满的。满的，走吧。就是说，今天他们说这个活动有60万人次的活动，每天平均有10万人啊来这个地方，组织的还是非常好的。我原来以为只有几万人，没想到有60万人次啊！在美国能聚60万人很难的。对，都满的，这都是满的，坐不下。这老大爷应该有比我爸大。Hi. Oh, hi. How are you? Welcome to our show. Oh, thank you. I'm the conductor on the tram. Oh, wow. I'm trying to tell your phone owner that he needs to know where he's going. Hope you come back again. Welcome again. Bye. Thank you. 我们这坐上车了啊，坐上这大篷，这个拖拉机拉着一个大篷车，正在往前走啊。这老大爷讲的特别好，这老大爷70多了，哎。All right, we're coming in here and want you to stay on board until we finally stop. We have a tough spot here with a lot of people moving around and tractors coming in. 60多万人次来的，耶！这边这个大巴车看，一会儿坐满人了，大家都在坐。看这大爷多大了，开车的也有70、80。I don't really know where they're assembling them. I've seen that in the past. Yeah, I know it's like around there, but I don't know if it's over on that side. I think I'm sorry. It's over. 为什么人多？因为还有小孩儿。你看这小孩玩的多好。这个小孩自己遥控车，是吧？哎呦，翻山越岭的啊！哎呦，玩的还不错。哎，玩上车，越野上。然后回去是吧，玩一圈儿，哎，免费体验的啊。哎，这车倒是可以考虑啊。Amazon 买一个。Amazon 买一个。牌子拍下来。啊，回去因为带不回去是吧？对。太麻烦了，把这牌子拍下来，回去给孩子买一玩。在家给他修一个。但是他这跑道咱们自己玩，自己弄一个是吧？哎，很有意思啊。收羊要是弄起来。嗯，不用，我家后院玩一圈就没电了。哎呦！这哥们听不懂，呦啥意思？可以。航模吗？这就是？这航模啊，对啊。那问题能飞得起来吗？飞起来，对。讲讲吧，它咋飞呢？那个坐大巴那儿不是有飞这个的吗？啊就可以飞。我靠，全能飞啊！啊。哦，电的。随便。我认识一个哥们儿，他就玩这个。哦，我的天，拍个照片。哇哦，还真有，真能飞，航模嘛啊。哦，300块钱，190、170。哎，为什么喜欢那个飞机？觉得它漂亮。微信Jet它是吗？之前他在那个湾区的时候就是展览过，我觉得特别美。哦，那就在那儿有展位啊。那我看过了啊。这就是他们一起造的飞机是吧？对，排队呢都还在打钉儿是吧？应该是不是 from 培训，你们得先去培训、先去培训，先去排队了，你们等会儿来看。 OK， 那么他们先去吧。OK， 这个我待会儿再弄。这边有个特别牛逼的，今天来了个大飞机，这飞机昨天都没有。我去拍这个飞机，应该是个货机，装货的。
你看鼻子都翘开了啊，这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待会儿问问盐城。一个铆钉。OK， 铆钉。他来教他一下怎么打。你打在飞机上一个铆钉啊，飞机铆钉，来，好，我来给你拍，记着本人也拍上，不能只拍。当然，对对对，当然，没钉儿啊，没钉儿怎么打钉儿啊？对，再教一下 ，Hold down， one hand or two hand， oh， one hand， anywhere， right， 找个眼儿。Push it all the way in. Push it all the way in. 没打进去，没进去。Oh, okay. So when you put it in, make sure that this goes all the way in. That was kind of out there. So we can use this hole. Throw that one away. 哎，你咋就一次成功了呢？因为我天天在家打钉啊。Yep. Okay. There you go.Perfect, already down. That's you. Yeah. 下面的节目叫做宝二爷造飞机，哎，欢迎各位观众，好好观察啊。Are you still riveting him? Still riveting. 翻到后宝二爷。Tomorrow you probably engine and avionics. 没插进去，没插进去。对，你换个洞，换这个洞。换这个洞，那个底下有木头，可能。我这说。OK, here. 不是，这个洞。Yeah. It's in the wood. Yeah. Just keep going, keep pushing. Keep pushing. Keep pushing in. 没有，先别。Squeeze the trigger yet. Okay, there you go. Oh. Yeah. Okay. All right. Hey, listen. So if you guys want to take these over to this area, okay, they'll let you.Do this to the actual wing. And okay. You sign as a builder. Okay. 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呢，是考过试了，学会了。然后我们过去呢，给飞机上打个钉。这个活动叫做 From Kit to Finish the Aircraft in 7 days， 就是从套件到飞机7天造一个，所有人一块造。所有人已经剩下3天了。对。OK。今天是打钉的，之前其他的都有朋友一起做过了。现在还在打钉呢，最后再组装航电呀，什么什么引擎啊什么的。咱们排队去啊。这个红的，挂了红的就是做完了，红点是做完的。哎，他们这个飞机为什么可以造的这么快？是因为人多吗？一起造一个飞机，那喷漆是最后喷吗？打了红点的勾的，就是这些已经做完了啊，这就是说还有3天时间倒计时了，需要把这飞机造出来。 OK， 飞机怎么造的，这些人你看，我刚才去了打钉儿就能在这儿打了，打完之后还得签个字儿，你知道吗？所有人哎呦，要进去穿上红色的衣服，继续站，然后这边哎呦，这么就是做了啊，看看，这就是手动打造的飞机啊，手工打造的飞机。其实我们这个今天，群里头有一个大哥叫香红大哥，他就自己造了飞机，在家里自己造的，自己造完了以后还开过来了，应该去，哎呀，真的应该去采访采访他。哎，今天你碰到的应该采访采访他，就是自己造的，这绝对高人，中国人圈子里造飞机的并不多啊。好看，咱们一起记录啊，这个打一个钉子，然后呢，就是签个字儿，在自己打的钉子上面签个字儿，而且记录下来，我待会儿帮你拍。你看这老头70多岁了，至少啊，
哎 ，perfect， 人家都给你拍下来了。So how do you build this? Where do you start with this?看这儿，这个翅膀上面都有大家的名字。哇哦，那么多名啊！哎呀，哎，四万个人一起建的，对。你来，你下一个。对，该你了。This week, Lady first. Lady first. So if you were to build this airplane, you would end up building 66% of it. Sonics does put out a quick build option. And if you built all of that yourself, you would end up building 51.37% of the airplane.So you're on the trigger. That's good. Good. Wow. Or you get behind, you want to speed things up. There's 117 different tasks in building an airplane as a human being. Oh, what's that? I need you to take a picture. 来，我给你拍一个。好，宝二爷造飞机了。As many pictures as you want. That's in that documentation process.FEAA has a checklist and a docum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Not only to help you with it, but if you feel that you don't have the skills to support air workshops, you often are all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Yep. To deal with mail work. Okay, thank you. That's what we're doing here today. 看我指着他，指着名字。名字。你指着它，我就照你。啊，飞机，这个飞机是干嘛的？叫啥？飞机嘛。啊 ？C-17 运输机，现在美国的主力的那个空军运输机。OK。然后四个引擎的。咱们中国的中国叫运二十是吧？对标运二十是对标 C-17的，但是 C-17在美国已经停产了，因为它有太多这个玩意儿了。哦，都是运输机啊。咱们中国在大力制造运二零。哦。现在美国这个玩意儿太多了，然后所以它停产不动。这是老飞机了，也停产了。对，但是它还是它的空军的主力运输机。啊，主力运输机。对。然后呢？它原来还有 C-5 银河，你忘了昨天咱们碰见一老大爷？对，咱们过去看一下，再走吧。看一下，我操！你是讲完这圈了啊？你忘了一个老大爷，越战的时候开C-5更大。啊。C-5叫银河。啊。啊，然后那个。哦，空的，对，里边是机嘛，里边全是空，头抬起来，然后从前面往里面装货，装坦克嘛。哦，啊，可以放几架坦克。OK。啊，还有这个不管是飞能力啊，然后就是各种跑道性质啊，都特别的靠谱。对的，那这它，你说刚才说它能倒着飞是啥意思？它能倒，基本上可以倒着跑。这里面我还没来过呢，这是各种的展商啊。这个是拖大飞机啊，拖大飞机的，都有拖大飞机的。OK。哦，大的啊。这是模拟器啊。不是航电，是航电。航电。航电，简单说，航电啥意思？航空电子设备。航空电子设备叫航电 ，OK， 啊，各种啊，回头再进来看吧，太多了，没看呢。哎呀，这帅啊！好，这是运输机啊，来，一二三，拍张照。哎，好 ，Kodiak 900。这个呢也是类似于客运机啊，这飞机皮实也是皮实，这是 Korak 100，有八个座，也是特别皮实大啊，跟塞斯纳的那个 Caravan 差不多。也是运输机。
家里人多的话可以买这个，大家拍一下这20万之内的吧，像这个10万之内的飞机长啥样。其实这附近的飞机都是20万以内的，很多这种单发隐形的就是10万以内的啊，大概是个价格，市场火爆的时候贵点，市场淡下来的时候就便宜点，差不多就10万20万就能买到飞机了。哎呀，这个飞机呢叫 Beach 18S， 30万美金。嗯，这个飞机适合一堆朋友，10个人以上坐着飞机来玩儿啊，把搭个帐篷像这样啊，然后住在里边，有吃有喝的玩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回去，一年开的时间不要超过100个小时吧。买这个飞机的人一般都是机械师啊，那自己不怕花时间慢慢修，雇人的话就太贵了。这个区域全部是卖滑翔机的，就是挂个降落伞然后往上推的，全部是造这个的。还有这几个也是卖这个的。这个滑翔伞的这个都是两三万美金吧，就能买一个2-3万美金。就买个小飞机了啊！哎呦，真是牛逼，新的。这个小直升飞机很有意思啊！这小直升飞机很便宜，10万美金吧。看看这个，这个是直升机啊，这翅膀装上，上面也跑，后面也跑，哈哈。这个牛逼啊！同志们老说这飞机是纸糊的，这个不是纸糊的，这个是布，用布糊的。想飞很便宜，只要你想飞，你说这玩意儿多少钱？很便宜的。就买少买辆摩托的钱都可以买一个这玩意儿了，是吧？这东西，这些东西都比摩托都便宜啊，少买个摩托就可以买个小飞机了，哈哈。这哥们儿啊，不到10万美金造了一架飞机，就是个铁棍儿，所有东西都牛逼吧，这也能飞，当然可以飞，牛逼！这是我今天看到最简单的飞机，比简单谁也比不过这个，我操！牛逼！哎呦我靠！这穿着羽绒服来是吧？万一天上冷怎么办？哎呦，真是牛逼人！这儿的这哥们儿在这个飞机上打了个广告。他这个卖飞机呢，嗯，小飞机自己卖，飞机漂亮。这个哥们坐在这前面，这个哥们自己造的，只能说用牛逼来形容，非常牛逼，手工打造，嗯，那个碳纤维布的，还是塑料布的，我也说不清，反正能飞，正在卖。啊，10万美金而已，少买个摩托就有了。看，这是类似于滑翔伞的，嗯，飞机，跟个摩托差不多，价格也跟摩托差不多，但是这是天上飞的啊。这个看着挺普通的啊，就这个小直升机，但是看这里。这是用电池，应该锂电池加上电机驱动的，这是个电动直升机啊，电动直升机，猜猜这个东西多少钱啊？有谁认识这是啥飞机的？没见过吧？
今天这个算是开了眼界了啊，这飞机我是纯粹没见过。这应该是什么水上飞机吗？不是，应该不能在水上降。哎，但是很特别啊，来了个区域，全是这种大玩意儿，大家伙，这大家伙好像是当年蒋委员长的飞机，我也不确定啊，反正就是大，没别的，就是老飞机没淘汰，还在维护。嗯，啊，这是哪儿？谁家的？谁的飞机来了？啊，一个737之类的啊，骑着这个我的这个小电车，一直到了这个阿什卡什的最边上，但是前面还有一望无际的，全是飞机，不一样的角度啊！行，各种飞机的表演，其实都是到这个附近才掉头，他们已经冲出了跑道。啊，哎呦，过来了。这就阿什卡什的头，基本上就到这儿了，结束了。这儿的人基本上都搭帐篷住在这里的。这一路上啊，都是拍飞机的，就没拍我自己，拍不着啊，拍个影子吧。这就是我阿什卡什的真实状态。租了一个老头乐啊，开着老头乐。穿行于各个老飞机之间啊，我的影子即将留在了这一刻。哎呀，这几个飞机一看有特色啊，双发的，大家感觉双发的好牛逼啊，啊，双发的确实好牛逼，看这些老头个个七八十。是塞斯纳的 Caravan， 里边有个七八个座位。最后看一天，看了好几天了，就发现这个飞机有点意思，适合这个家庭人多的，这个爱旅游的。到处可以玩的，一家人可以走的，但这个飞机其实是运输机，主要在很多国家都是客机的用途，家庭很少有人买这玩意儿，太大了。这 after party， 然后而且每次回国以后被人说飞过来，他飞两圈，第一次飞过两次，好吃的东西啊，我们那边下午风向会变，哦，下午风向会变。中国飞行员在阿什卡什。啊，我当时拿了证以后飞个152，非常好。叫我这个原来我室友，然后叫我好兄弟。我班是年龄最大的。同志们啊，我从阿什卡什的航空站回到了硅谷了啊，还没有来得及跟我硅谷的朋友们这个聊呢。我把这个一路上的小视频整理成了一个2小时的小纪录片啊，记录了我们整个旅游的过程，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的海洋啊。对于很多想学飞机啊，想进入这个航空领域的爱好者们来说，今天这个视频干货很多啊，我是大开眼界啊，这个来来回回好几天时间，这个拍了有个300-400段视频，汇总成了一段纪录片啊，希望这个纪录片能够给这些爱好者们
啊，看打开一个这个维度啊，看到一个这个新的领域啊。这个我呢只学了这个地面课，飞行课只学了一个小时，就去了这个专业的啊飞行这个育儿聚会的一个这个活动，让我呢更有信心继续学习啊。那我觉得以后这种学习的过程啊，包括拍学飞机的过程、开飞机的过程、玩飞机的这些过程，都可以整理成这种小视频，一记录给下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二呢把一些好的学习内容呢这个类似于拍成学习资料啊，给这个爱好者们一起呢分享啊。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2022年的奥斯卡是啊，这个是69周年，这个 EAA 的69周年这个大会，明年70周年肯定会更精彩啊，我估计还会过去。那时候我应该也学会了飞机，大概率呢我能够跟着朋友们一起飞过去啊，不再坐民航的飞机过去了，到时候再去的时候应该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同志们再见。